大家好，我是 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 Cindy 夜话 Oracle 系列基本教程。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 Oracle 基本概念的第一小节 ，Oracle 的逻辑存储结构。在上次课呢，我们是详细介绍了 Oracle 的体系结构，但是呢，体系结构呢有很多哈是物理的，比方说它的文件。存储结构，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将要介绍 Oracle 的逻辑存储结构。所谓的逻辑存储结构呢，实际上呢，它是对 Oracle 的逻辑结构做一个逻辑上的划分，而并不是真实的这样一个物理划分。当然它的部分的逻辑存储结构呢还是对应上物理的存储结构的。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 PPT 哈。还记得我们上次课有介绍过，就是 Oracle 数据结构的物理存储结构有包含各种文件哈，控制文件、重做日志文件哈，还有数据文件，以及OS 就是操作系统的数据块，存储数据的最小单位。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Oracle 的逻辑存储结构。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针对于 Oracle 的逻辑存储结构最大的一块哈，应该是数据库，因为一个 Oracle 是可以管理多个数据库的。那么每一个数据库之下所对应的逻辑存储结构呢，最大的哈，每一个数据库之下最大的就是表空间。好，一个数据库是可以分成多个表空间的。那每一个表空间实际上哈是对应上了物理存储结构的数据文件。上次课我们是有看过 ORCL 这个数据库哈，就是我本机上的 ORCL 这个数据库中的数据文件哈，它好像是有三个。那实际上呢，对于逻辑存储结构也就相当于它有三个表空间。那么表空间之下呢，我们是把它分成段的哈，表空间分段。段之下呢分成区，区之下呢分成块哈，数据块是 Oracle 中存储数据的最小的这样一个存储结构。那表空间、段、区和块就构成了 Oracle 数据库的逻辑存储结构。接下来呢，我们就挑选 Oracle 逻辑存储结构中的表空间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在这里哈，我专门配置了一个新的数据库，数据库的名字呢叫做 Cindy。已经可以看到，当我配置好这样一个叫 Cindy 的数据库之后，计算机的服务列表就出现了一个叫做 Oracle Service Cindy 这样一个服务。只要启动它呢，Cindy 这个数据库实例就已经开始运行了。那接下来呢？当我打开哈 Oracle 的安装路径下的 Oracle Data， 就出现了除开 ORCL 这个数据库哈，又出现了一个叫做 Cindy 的数据库文件夹。好，进去一看哈， Oracle 初始配置好的几个控制文件、日志文件和 DBF 就数据文件都已经出现在这里。在 PPT 上我们也专门强调过了，在 Oracle 数据库中一个表空间就是对应着一个数据文件，也就是说当我配置好 Cindy 这个数据库的时候哈，实际上已经创建了五个初始表空间。这五个初始表空间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System 表空间。 System 表空间呢里面存放的其实是一些 DDL 的信息以及 PLSQL 包啊、函数啊、存储过程等等是数据库最重要的一个表空间。除此之外还有它的一个辅助表空间 SysOrgs， 还有呢这个叫做 Temp， 就是临时表空间。临时表空间呢存放的都是 PLSQL 语句在执行过程中会临时产生的一些数据，那么用完会立刻释放。接下来呢就是 undo 表空间。 undo 表空间里面放的呢都是一些可能会产生回滚的一些记录信息。好，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 user 表空间这是属于用户存放数据的这样一个表空间。好的，
解释完这些已经预定好的文件之后呢，现在我们就用代码来演示哈，我们新创建一个属于用户的表空间。这里呢，有两段代码，分别是创建一个临时表空间和一个数据表空间。首先创建临时表空间是 create temporary table space， 哈 ，user temp， temp file 的位置是在哪里呢？是在我的 Oracle 的安装路径 Oracle Data 的 Cindy 之下，新创建一个叫做 user cindy temp 点 dbf 文件，然后它的大小是50兆，自动增长，而且每自动增长一次的时候，哈，是自动增长50兆，最大的大小会达到20480兆。OK， 接下来第二步是创建一个数据表空间。记住，临时表空间放的数据哈，在用完之后就会释放，但是数据表空间的话呢，它的数据会持久化的存放。接下来 ，create table space user data login data file， 好，一盘的也是在 Cindy 之下，叫做 user Cindy data 点 dbf， 后面的也跟之前是一样的。好，现在我们来执行一下。首先呢，我先要用超级用户登录哪个呢？登录 Cindy 这个网络服务哈，因为我重新配置了一个，而且呢是以系统管理员的方式进去。那接下来呢，我整个文件有一个 SQL Plus 命令哈，就是 ATA 把这个文件弄进去。当然，我也可以选择把这里面的代码复制下来。 OK， 回车，表空间已经创建，现在赶紧来看一下。哎，出现了一个叫做 user cindy temp 点 dbf 文件，这是一个临时表空间。接下来再创建一个数据表空间，看看。OK， 表空间已经创建，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文件的产生。哎，果然已经出来了哈 ，user cindy data 点 dbf 文件。好的，每当我们创建一个表空间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新的 dbf 文件，这个就是 Oracle 的表空间存储结构。当然，表空间之上，我们可以再区分为段；段之上呢，再区分为区哈；区之下呢，再分成数据块，就相当于一个区是由多个数据块组成。哈，一个段呢，又可以由多个区组成，而一个表空间又可以由多个段来组成。而表空间对应的就是数据文件。好的，那到这里为止的话呢，好，我们就先结束本次的 Oracle 的逻辑存储结构，关于段呢、区啊、块的这种应用哈，在未来我们的讲解过程中遇到具体的点，我们会来详细讲解它们的应用。好的，本次课到此结束，我们下次课再见。